观众朋友，上集我们学习了第四版技术中的接正手位长球后抢攻和相持战术的反手位压反手攻正手、压反手攻中路、压正手攻反手、压正手攻中路、压中路攻正反手，以及正手位压反手攻正手。好，下面我们继续学习相持中的战术，欢迎收看。同学们，现在我们学习正手位的压反手攻中路，先看我示范。正手站位压反手攻中路的战术，是在连续用直线攻压对方反手的情况下，突然攻对方中路，使对方较容易产生失误。好，下面请同学们练习。何飞同学，好，傅雷同学，压反手的时候稍微有点失联啊。好，吕涛同学，好，何诗同学，康丽同学，注意一定要是攻中路。张泽同学，请观摩运动员在实战中压反手攻中路的战术定位。现在我们学习正手位攻正手变反手，好，看我示范一下。压正手攻反手战术，是在拉开架势相互正手连续对攻斜线的情况下，一方主动先变直线，另一方则常常猝不及防。好，下面同学们练习。变直线的时候突然一点啊。很好很好，稍微有点质量。请观摩运动员在实战中压正手攻反手的战术应用。这项比赛结束后呢，将是短暂的发奖仪式。现在我们学习正手位连续攻变中路。好，我给同学们先做一个示范。压正手攻中路战术，是利用中路球较快的特点，
使对手来不及做回击的预备动作，就结束了战斗。好，下面请同学们练习。贺飞同学，请观摩运动员在实战中压正手攻中路的战术应用。弧线球又拉起来了，连续拉正手，连续拉正手，连续拉正手，再拉正手，第五板再拉正手，邓亚萍站得很稳。现在我们学习正手位压中路攻正手，先看我做示范。压中路攻正手的战术也是对付快攻类打法的常用战术，主要作用在于打速度、打反应。好，同学们现在做练习。贺飞同学，现在我们练习连续正手攻中路变反手，先看我做示范。压中路攻反手的战术同压中路攻正手的作用相似，攻中路一般对方会用正手去对付，突然变为攻反手，对方往往来不及调整，措手不及。好，下面同学们练习。贺飞同学，压中路。好的好的，
请观摩运动员在实战中压中路攻反手的战术应用。你合不上他就出力，所以对你没有太大威胁，所以自己要少失误啊。这一板还是有威胁，好的，这里同学们，下面我们学习削球的相持战术。首先我给同学们示范削反手变正手。削反手变正手战术是一种以线路变化为主的战术，削反手斜线变正手直线，使对方在大幅度移动中造成手法失误。好，徐旭同学练一下。请观摩运动员在实战中削反手变正手的战术应用。下面我给同学们示范削反手攻正手。削反手攻正手的战术不仅是线路由斜变直，扩大了对手接球的范围，并使球在速度上有了变化，使对手回球的难度就相应增大了。好，徐旭同学。下面我给同学们示范削反手拉正手。削反手拉正手的战术同所有战术的构成要素一样，贵在一个变字，变化的因素越多，速度越快，战术的作用就会越大。好，徐旭同学。好的，这里下面给同学们示范削反手反手攻。削反手反手攻的战术在球的旋转落点和速度上发生了变化，这样就增大了对方回球的难度。好，徐旭同学。请观摩运动员在实战中削反手反手攻的战术应用。下面给同学们示范正手削直线攻正手。正手削直线攻正手的战术在线路旋转和球速上都有变化，这样就增加了对方回球的难度。好，徐旭同学。好。
面示范削直线变正手。正手削直线变正手的战术，在线路上是由直变斜，在旋转上变化不大，只是扩大了对方的接球范围。但这种战术在相持中也是常用的。好，徐徐同学。下面示范削直线拉正手。正手削直线拉正手的战术，在线路上也是由直变斜，在旋转上由下旋变为上旋，在球速上由较慢变为较快，也是相持中常用的战术。好，徐徐同学。下面给同学们示范反手削直线变斜线。反手削直线变斜线的战术也是常用的战术之一，变化的因素是在于线路和落点上。比如在旋转上有较转与较不转的变化，战术的质量和作用就会相应的提高。好，徐徐同学。请观摩运动员反手削直线变斜线的战术应用。邓亚萍是打第二场，杨颖打第一场。杨颖在第一盘的比赛里面是战胜了尼寇，为中国队拿到一分，现在中国队以1-0领先。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二场比赛，中国队出场的是邓亚萍。观众朋友，本集我们学习了相持战术中的正手位压反手攻中路，压正手攻反手，压中路攻正手，以及削球的相持战术。下集我们将继续学习削球的相持战术和打法类型，欢迎大家到时收看。观众朋友，在上一集我们学习了相持战术中的正手位压反手攻中路，压正手攻反手，压中路攻正手，以及削反手变正手、削反手攻正手、削反手拉正手等削球的相持战术。在这一集当中，我们将继续学习削球的相持战术和打法类型，欢迎收看。下面给同学们示范削直线攻反手。横板反手削直线侧身攻反手的战术有三个制胜因素在变化。反手削直线是下旋削球到对方正手，球速慢，下旋强，线路短。
攻对方反手是球速快再上旋落点长，以球性变化的数量及其强弱变化的质量来扰乱对手，是相持战术的核心内容。好，继续同学。好的，好的，好。请观摩运动员反手削直线攻反手的战术运用。直接反攻，邓亚萍还是很耐心，放短球，再把球拉起来，拉世界的中路偏正手，拉到中路，拉到正手，大家看变化比较多，始终不在一个位置。下面给同学们示范削直线拉反手。横板反手削直线拉反手的战术，目的也是以变化来控制对手。削是下旋，拉是上旋，旋转有变化，先削正手后拉反手，落点有变化，先削后拉，速度有变化。好，西西同学。请观摩运动员反手削直线拉反手的战术运用。任务呢，就是要培养出更多的好的苗子，同时呢把群体工作搞好，既要搞普及要搞提高。下面给同学们示范削直线反手攻反手。反手削直线，反手攻反手，除了在旋转落点方面主动变化外，还有在球速上的变化，由较慢变为较快，在进攻的节奏上也加快了，节奏上的变化显得比侧身要突然。好，徐徐同学。出手早一点，好的，好。下面给同学们示范正手削斜线变直线。正手削斜线变直线，使对手在不同的方位来接下旋球，以扰乱对方的步伐和手法，达到制胜的目的。好，继续同学。好，他是插空。请观摩运动员正手削斜线变直线的战术运用。就这一个段是法国的俱乐部，基本上是两个礼拜打一次。直接反攻，邓亚萍还是很耐心，放短球，再把球拉起来，拉世界的中路偏正手，拉到中路，拉到正手，大家看变化比较多，始终不在一个位置。下面给同学们示范正手削斜线攻直线。正手削斜线攻直线，是先以较长的下旋球到对方正手，
后以较快较短的上旋球到对方反手，变化突然，有旋转、速度、弱点三个因素的变化，以此变化来争取主动。呀，徐徐，请观摩运动员正手削斜线攻直线的战术运用。下面示范正手削斜线拉直线。正手削斜线拉直线，这个战术主要变化的因素是旋转，其次是落点和球速，目的也是为进攻创造机会。好，继续。给同学们示范反手削斜线上短球反攻。反手削斜线上短球反攻，这个战术突出变化的因素是速度和力量，抓住对手放短球的机会，力争以速度和力量取胜。好，徐徐同学。手一个，还有一个。好，放十五。这是运动员反手削斜线上短球反攻的战术运用。反攻。正手削斜线上短球反攻。正手削斜线上短球反攻，这个战术的作用与反手削斜线上短球反攻的作用相近，抓住对手放短球的机会，力争以速度和力量取胜。好，徐徐同学。请观摩运动员正手削斜线上短球反攻的战术运用。下面给同学们示范反手削直线上短球反攻。反手削直线上短球反攻，这个战术是在削球的落点变化中，抓住对方放短球的机会，以速度、力量取胜。
好，旭旭同学。请各国运动员反手削直线上短球反攻的战术运用。下面给同学们示范正手削直线上短球反攻。正手削直线上短球反攻也是削球选手的一个战术套路。在削球的相持战术中，主要是通过线路的变化、旋转的变化、速度的变化、长短的变化等制胜因素来争取主动，获得胜利。好，旭旭。请观摩运动员正手削直线上短球反攻的战术运用。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五种球拍胶皮。正胶皮颗粒朝外，齿长一般在 0.8 至1毫米之间，齿力较硬，有利于发挥击球的速度和力量。反胶皮颗粒朝里，颗粒及胶皮的硬度小于正胶皮，表面粘性大，有利于制造旋转。生胶海绵拍与正胶海绵拍相似，只是生胶皮的含胶量大于正胶皮，胶粒较正胶皮软，又比反胶皮胶粒硬，控制球的性能较好。防弧海绵拍海绵柔软，弹性小，而胶皮的齿力短，齿朝里，胶皮较厚较硬，有利于消除弧圈球的强烈上旋。长齿胶皮拍的胶皮较软，齿力较长，一般在 1.5 至 1.7 毫米之间，胶皮与木板之间有一层极薄的海绵，由于齿力细长，支撑力小，击球时齿力倒伏反弹明显，与其他胶皮的回球性能差异较大。在介绍打法类型之前，回顾一下四套发球技术。正手左侧上下旋发球，正手右侧上下旋发球，正手下旋与不转发球，反手右侧上下旋发球。大家无论学习哪一种打法，都要精练一套发球，辅助一套发球。乒乓球技术繁多，一一学会没有必要，也无从形成特长，只能以分类学习的方法形成相对的特长，以少变应万变，这也是当今世界上各个名手所走过的道路。区别打法类型的标准是技术特点、战术方法及球拍性能。那些在比赛中使用的最多的和得分最高的技术决定着打法特点。直拍快攻打法是我国传统的打法，也是世界上独特的打法。
我们要学习和继承这种打法。这一打法类型正手必备技术为快攻、快拉、扣杀、挑、搓、摆，反手必备技术为推挡、反面拉、反面攻、搓、摆。我国名将刘国梁他使用的球拍是直板，正面正交，反面反交，打法是直板正交快攻加直拍横打。学习直板正交快攻，可以模仿借鉴刘国梁的打法。首先要熟练直拍正交快攻打法的必备技术，并不断提高技术质量。在指导思想上，先要快打凶打，在技术风格上要快准狠变转，做到快狠快变快转相结合，逐渐形成自己的打法风格。现在我们看到的贺飞同学练习的就是直板正交快攻打法，他使用的球拍正面是正交，反面是反交。这种打法的基本要求是要快速凶狠，并且要保证一定的准确性。说啊，一车再来，来，直板正交正手的拳台进攻是直板正交打法在比赛当中的主要得分手段，所以我们在进行直板正交快攻打法的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把正手进攻的技术练得比较精，在正手进攻的基础上再配合反手的推挡和反手进攻等各项技术。随着现代乒乓球技术的发展，球的旋转越来越强，速度越来越快，好，对直板反手的进攻与防守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运动员现在进行的创新技术直板反面进攻和直板反面拉应运而生。所以说从现代乒乓球运动的发展来看，直板正交快攻的训练在反手位上还是应该把直板反面拉攻放在比较主要的位置上。在正手进攻和反手反面拉攻及反手推挡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再结合进去对短球的挑、摆、反手的反带以及正手的扣杀，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直板正交快攻技术。同学们在练习的时候可以模仿现在的刘国梁、江家良、陈龙灿等优秀中国运动员作为自己的样板。观众朋友，本集我们学习了横板削球的相持战术和直板正交快攻打法。在下一集里，我们将继续学习打法类型。好，欢迎大家到时收看。观众朋友，上集我们学习了横板削球的相持战术和直板正交快攻打法。直板正交快攻打法的技术特点是快、准、狠、变、转，要快、狠、快变、快转相结合。在这一集里，我们将介绍直板反削快攻结合弧圈，横板弧圈结合快攻，横板快攻结合弧圈和横板削攻的打法。好，欢迎收看。学习直拍反削快攻结合弧圈打法，首先要逐步学会和熟练直拍快攻结合弧圈打法的必备技术。正手拉弧圈球，正手攻球，正手扣杀，正手快带，正手挑，正手搓，正手摆，和反手推挡，反手反面拉，反手反面冲，反手反面弹，反手反面快带，反手搓，反手摆等，并不断提高技术质量。
现在场上比分是11-14。现在马林呢是落后3分。我国优秀选手马林是第4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亚军，第21届世界杯男子单打冠军。他的打法是直板反胶快攻加直拍横打，也就是反手反面攻。他的技术风格是快、转、准、狠、变，快狠快转快变结合。马林发球抢攻较好，对下旋球能起板突击，正手连续进攻好，对反手位的球也有较好的实力。推挡能加力后侧身进攻，反手反面能连续拉冲弹打。他的技术比较全面，特长比较突出。学习直拍反胶打法，可以模仿借鉴我国名将马林的打法，在指导思想上积极培养自己又凶又快又狠，先拉先冲猛扣的风格，做到拉冲打凶变准，以及拉冲拉扣冲扣相结合，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吕涛同学练习的是直板反胶快攻结合弧圈球打法，他使用的球拍两面都是反胶。这种打法在技术上对正手的拉球要求是比较高的。很好啊，从现代乒乓球技术的发展来看，正手的杀伤力和正手的质量以及正手的前冲能力往往会决定这种打法是否能攀登高峰，成为世界超一流选手的主要技术之一。从现在的金泽洙、马林以及蒋鹏龙这种打法来看，那么正手要求越来越高，质量也越来越高。所以说对这种打法的质量要求主要表现在正手拉球的前冲力上。那么在正手拉球的基础上，由于直板反胶推挡相对来讲不如直板正胶那么有威胁，所以说直板反手反面进攻和反面拉以及反手的反带要成为这种打法的主要练习内容。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把台内球的摆搓配合进去，特别是要注意台内球的挑球训练，这样才能够在高水平的比赛中增加这种打法的威胁性。如果想适应正手突破比较流行的战术来讲，那么我们应该把正手的反拉反带练得比较好，这样才能够在比赛当中进行攻防转换，形成直板反胶快攻结合弧圈球打法的鲜明特点。横板弧圈结合快攻的打法现在已经成为我国的主流打法之一，我国运动员在学习欧洲长处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我国名将孔令辉使用横板两面反胶，他的打法就是横板弧圈结合快攻。他的突出优点是各项技术都比较过硬，没有明显的漏洞，而且打相持球的能力特别强。横板弧圈球结合快攻打法是现今的先进打法之一，它有许多优点。一是比较稳健，由于拉球上旋力强，能有保证过往的适宜弧线，能回击强下旋球和反弹低于球网的任何来球，与攻球相比有较多的击球时机，
二是攻击力大，对付削球的威力大，对付一般上旋球、拉球、扣球和推挡球，能以抢冲抢拉、拉冲结合、拉扣结合等手段进攻。横板反胶弧圈结合快攻打法，可以模仿借鉴我国名将孔令辉的打法。学习掌握好横板反胶弧圈结合快攻打法的必备技术，包括正手拉弧圈球、正手攻、正手快带、正手反拉弧圈球、正手扣杀、正手挑、正手搓、正手摆和反手快拨、反手拉弧圈球、反手快带、反手挑、反手搓、反手摆等，逐渐形成自己的特长。好，张泽同学现在练习的就是横板弧圈结合快攻打法，他使用的球拍是两面反胶，应该说这种打法是一种比较均衡性打法，正反手的能力都容易发挥。现在比较优秀的运动员孔令辉、瓦尔德内尔、王励勤等优秀选手都采用的是这种打法。但是作为中国运动员来讲，应该更强调积极主动、抢先上手的风格，在技术上要精练正手的拉弓技术，以防止左来左打、右来右打、四平八稳的这种风格。而在练习过程当中，更要也要强调对短球的处理上，横板在处理短球的时候不如直板手腕灵活，所以说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我们更要多加练习，这样才能够为自己比较有利的相持创造条件。对，在练习反手技术的时候，我们除了练习能够拉弧圈球，更重要的还要把弹打和快拨要练得比较熟练，因为这样有利于增加球的速度，在大型的比赛当中能够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并且能在旋转的基础上体现出速度特征来，形成中国横板弧圈结合快攻打法的独特风格。学习横排快攻结合弧圈的打法，可以模仿借鉴邓亚萍、王涛等选手的打法，首先学会和熟练横拍进攻型打法的必备技术，包括正手快攻、正手拉弧圈、正手快带、正手扣杀、正手挑、正手搓、正手摆和反手快拨、反手拉球、反手弹打、反手挑、反手搓、反手摆，并不断提高技术质量。横板快攻结合弧圈的打法是目前世界上乒乓球的先进打法之一，它的主要特点是出手快、线路活、旋转变化多，既有横板快攻打法的主要技术，又有弧圈球的旋转技巧，既能以攻为主、以快为主，又能以旋转相持、过渡和反击。收稿容易漏，出手腕打在拍边上，好球！我国名将王涛左手横拍，一面反胶，一面生胶，打法是快攻结合弧圈球。我国名将邓亚萍，他使用的球拍是横板，一面反胶，一面长胶，打法也是快攻结合弧圈球。横板的快攻结合弧圈和弧圈结合快攻的两种打法都属于横板进攻型打法，这种打法在指导思想上，用国家队总教练蔡振华的话说，就是进攻、进攻、再进攻，
以凶为主，快速凶狠。这种打法在处理正手反手的关系上突出正手，在处理凶与稳的关系上突出凶狠，在处理近财远财的关系上突出近财，在处理速度与旋转的关系上以快为主，力求又快又转，在技术风格上以邓亚萍为榜样，狠快准灵。我第4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四个单项比赛决赛的时候，康丽同学练习的就是横板快攻结合弧圈球打法，他使用球拍正手是反胶，反手是生胶，这种打法特点是站位近，击球速度快，能够给对手造成比较大的威胁。现在来看，亚洲选手采用这种打法的运动员比较多，欧洲人相对要少一些。从现在乒乓球的技术发展情况来看呢，这种打法的主要难点在于对付弧圈球的能力上，所以我们在平时训练的过程当中，除了练习自己能够进攻以外，还要重点把对付弧圈球的防守能力练得比较好。练习的重点和难点应该说是在正手的拉与扣的结合上，因为拉球和扣杀的动作结构相差很大，需要很长的时间形成各自的完整动力定型，然后把拉扣结合的自如一些。在第一板上手的当中，除了反手起下旋要有一定能力之外，一定要注意正手的第一板上手和积极的进攻，因为正手的进攻比反手的力量要大，威胁相对也就大。这种打法在处理台内球时，反手的挑打是特长技术，同学们在平时训练时一定要练好。再配以搓、摆、撇等台内技术，就比较完整的形成了这种打法的技术特点。同学们在练习时可以以王涛、邓亚萍为样板进行模仿，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学习横板攻削或者削攻型打法，可以丁松等选手的技术为榜样。首先学会削攻型打法的必备技术，正手夹转削球，正手不转削球，正手拉弧圈球，正手反拉弧圈球，正手顶大板，正手稳削弧圈球，正手攻打下旋球，正手扣杀，正手搓，正手挑，正手摆和反手夹转削球，反手不转削球，反手攻球，反手快拨，反手搓，反手摆，反手挑，反手顶大板，反手稳削弧圈球，并不断提高技术质量。此外，练习攻削或削攻打法还必须重点练好步伐，因为这种打法前后左右移动范围大，只有步伐到位，才能保证击球技术正确。在指导思想上，要凶稳结合，削攻结合。在技术风格上，用国家队前副总教练、削球大师张谢林的话说，就是转稳低攻。削攻型选手丁松的特点是发球抢攻积极主动，得分率和使用率都高于许多选手，削中反攻比较凶狠，中台削中反拉并能连续对拉，削球的旋转变化大。成功的削攻打法者大多有以下特点：第一是发球抢攻抢冲的质量高。著名削球选手陈新华、丁松，他们发球抢攻的使用率和得分率大都高于同时代的选手。
对以往的削球打法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第二是削中反攻反冲的能力强，一有机会多以攻球得分。第三是削球的功底深，仅凭削球常能与攻球打个平手，而前三板及削中的反攻反冲能力常出对手预料，因而极有胜数。这些特点削攻打法者应该很好继承和发展。徐徐同学练习的是横板削攻打法，他使用的球拍是正手反胶，反手长胶，这种打法还可以采用两面反胶，一面反胶一面防弧，一面反胶一面升胶等球拍。在练习这种打法的时候，一定要先把削球的基本功练扎实，在削球时把击球点适当提前，加快击球的节奏，这样能给对手更大的威胁。在练好削球的同时，要掌握攻球技术，尤其是在削中反攻的技术，对削球运动员来讲更为重要。这种打法对步法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步法是乒乓球运动的生命，同学们无论采用哪种打法，都要对步法进行专门的练习，花较多的时间，下很大功夫来掌握乒乓球运动当中步法移动的基本要领，根据自己打法的特点形成与之相配套的步法移动方法，特别是步法的逆向移动，也就是从正手到反手，以及由后向前的步法移动，这样才能够为今后的攀高峰打下坚实的基础。观众朋友，到今天为止，五十集体育教学系列片《打好乒乓球》就全部播放完了。本片介绍的乒乓球单项技术、结合技术、相持战术、打法类型，以及乒乓球的各种步法，每一项技术无不凝聚着几代乒乓球人的大量心血。相信您通过观看本片，对乒乓球运动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学打乒乓球，大家一定要持之以恒，为我国乒乓球运动长盛不衰，勇攀高峰。